这边有跳人吗？没跳吧？反正那边好像就一队，是不是？对，就。来我屋了，来我屋了，来我屋了，来我屋了。进干嘛？没进，就来了一个。还有还有货点，还有货点，架一下货点，架一下架。我操，这么。我打。我来顶啊。走。一路。掉掉掉！怎么三号位掉了？摸一下，我坐在后面没抬头都被打了，我靠！我毛对，我那个头上的烟封了，看，里面有俩，近点有一个呢。我没血了，我出去了。走，他掐什么东西？掐来蓝圈吗？队友倒了，还掐蓝圈，我操！头顶的逼一直在抽一个，啊，捡个红头，还在两个，蓝标，蓝标，蓝标。这边防空洞山上都没看到人的，吊车没油了，打不了吗？玩你吗？要移你啊！倒了倒了倒了，脸上倒了，我脸上还有，我脸上倒的，还有个车停了。 OK， 那个树后倒了，拿墨青干的，好像是专狙这里，这里我能给他车卸了。有个人吹开车过来了，剩下俩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倒一个，你拿不动，过来过来，我这里这来了的，就一个，八六就一个，近点吗？对，近点，能架下。我脸上丢雷了，有开车过去吗？顶上，哎呦，哎，山上能出吧？对面洞，这边。然后左边有一个，慢慢骑。右边。全是雷。山上一堆了。我去。看不到了，全在上面。你们那个反坡应该随便踩了，我感觉。直死，我打了个直死，四打二，你放倒一个，开车顶过来，我木接我一下。